殿下，这孩子在灵泉里小姐坏了您的雅兴，请您看在她是个孩子的份上，从轻责罚。是你，你就是勾引我爹的那个坏女人。恩深，她就是那个尊贵之人的孩子。就凭你，也敢污蔑公主的清誉？你敢打我，我让你受不了兜着走。小小年纪如此猖狂，姑姑，放心，我替你出气。不换，好久不见，仙界好大的排场，不知我该如何向你施礼，才能全了对天后之敬。此时人多眼杂，并非最好时机。吴焕，你一定要冷静。下神吴焕，拜见神尊。下君拜见神尊。拜见神尊。你果然变了好多，本尊都差点认不出你了。吴焕留下，其他人都先退下吧。牧师。姑姑，元琪不想走。我刚听贤善都说了，灵泉是你弄脏的，此事是你做错了，你自去向东华上君赔个不是。嗯，好吧，去吧。来，为何还不说话？难道不是来针对我的？吴焕，你就没有什么要对本尊说的吗？神尊，吴焕实在是不知道当初您就沉睡于后池体内，所以几番出言不逊。吴焕甘愿受罚。后池？那又是谁？本尊一觉醒来，三界皆发生了变化，我的记忆还停留在九幽。罢了，你我主仆二人的情谊不在乎，那我们便说说旁的事吧。这六万载，你可是凤族的族长。神尊有所不知，当年神界大乱，凤族惶惶不安，凤云长老命我担任族长之位，吴焕实在难以推辞，只能临危受命。三界皆知，若神尊不信，大可问其他诸仙。